今天要去哪里呢？我们去迪士尼。我们今天要去迪士尼日游，因为就庆祝我生日，所以大家就请假要去迪士尼玩。我们到了迪士尼，还在以为好开心哦。门口右边一群邓紫棋。我们现在这里有很多邓紫棋哦，你们还 OK 吧？你们 OK 吗？于静，刚才可以吗 ？OK 啦，小 case 啦，还有那个刚才我不知道是谁说五分钟的啦，刚才陈琳叫得很夸张，我不知道他真的还假的，会怕吧？还可以吗？撞到头而已啊！撞到头，还可以吗？啊，你很怕，你很怕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一个晃，他就跑。看，你要看，大家都在笑他哎。来到了墓碑镇，没有鬼屋，以为有鬼屋，没有鬼屋，来这边干嘛？然后我们刚才排快速通关呢，我们要排到11:30。而且有人送茶的，根本没有啊！开始了！我要追上你们了！我们这里是怎么样？太慢了吧！你看我们怎么都不动啊，我们都卡住了。对啊，哎，你也抱太紧了吧，不要抱啦，哎，等下那边有瀑布哦，再见。我天，天哪，他妈的，哎呦，裤子白裤子脏了啦，是怎样啦？哎呦，哇！来了来了，吃到水啦！啊，看我的背好冰啊！看我裤子都湿了啦！我还在想我今天到底要不要穿什么颜色困难裤嘞。Oh, what a mistake I had made when I set it free. 哎，不能转吗？我换啦！OK， 我们现在我们要玩什么？酒桶。让你爆转哦，希望你可以让我转晕。OK 吧，你们 OK 吧 ？OK， 好新鲜。转啦！我直接问号，这个上面有没有开心？哎呀 ！OK， 刚刚我们大蛇丸哈，入场了，来哦，也算倾斜，坐上去吧，倾斜程度，你要乖乖，我妈妈。
餐等超久，40分钟有吧？然后当199加饮料，谢谢。那安全坐好。对。快去找了，现在玩这个云霄飞车啊，这云霄飞车吗？我实在不知道、啊。开吧！要去坐火山历险，我有点胖，性感。我们该坐完不可怕的云霄飞车了，很 OK。我们要去坐那个火山历险，我们有那个叫什么？我们有那个快速通关，等下很 chill 可以走进去。我们来给大家看那个快速通关是怎么样哈。他们在排队了，澳门。我们是什么？不知道他们在排什么队啦，我们是走快速通关啦，好吗？他们那边是要排队，我们这里走快速通关，就是快。耶！你会怕？哎呦！哎，你不要动啦！白痴哦，不要动啦！我呼吸不到。很恐怖呢。一点都不会累、yeah 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。要下去了，干，超恐怖的。我他妈绝食了！哎，靠杯哦，啊不是，后面的不会湿哦，白痴哦，我他妈全湿了，哎呦，我内裤都显出来了，刚刚这个，哎，等下更高，等下更高，哇，太多了，准备喽，准备喽。我全湿了哎！哪个他们？我不知道他们。大家爽吗？超湿！我刚才坐后面。我第一个。我刚才以为坐后面不会湿哎，结果全部都湿掉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我们要去坐那个上路神，他们都不敢坐啦，他们都不敢坐，我不懂。啊，先记录一下我们现在变这样，等回来再说。对，就我们两个要说啊。正模 ，OK 吧？害怕吧？说一下感想。
叫到一半就不能叫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干掉。我们现在玩这个大海啸，我们该玩玩大怒神，觉得还好。我们现在玩大海啸，真的不错，你们可以来玩。因为很高啦。对啊，上面风很凉。呜呼，好玩好玩。刚才翻过来的时候呢，刚才直接只有蛋蛋卡在上面而已。怎么样 ？OK 啊，还 OK。觉得还不错哦。还不错吗？还在上面聊天。我觉得就是还要顶。刚才在上面一直骂脏话。你 N OK 吗？然后在上面，然后那个柱子怎么样？抓超紧。影片结束了。结束了、哦。拜。要一双的手罩。真的吗？